是否愿意常常读圣经，多多祷告？你们是否愿意排除万难，圣经的教导，在家庭、在职场当中为神做见证？愿意。那你们都能够真的和我主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、同复活，分享一点，能够立志下定决心走一条天国之路的感受，是战战兢兢的。怀着一颗敬畏的心，我相信有主和我们同在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会扎扎实实、踏踏实实，平安和喜乐永远会归于我们。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。相信从今以后的人生之路会有更大的改变，会不仅心满意足，还会得到永生的盼望。走一条属于天家的路，和大家分享，和大家共勉吧。此时此刻呢，我非常的激动，也觉得非常的荣耀。那么感谢上帝拣选了我，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，并且从今天开始让我成为了他的儿女。我非常的喜悦，非常的开心，感谢主用羔羊的宝血把我洗清我身上的原罪，给了我新的生命。那么从今以后能够得到主的恩典，赐给我更多的平安与幸福。同样我把我这份幸福和平安也分享给大家，谢谢主。时常引导你在
指的是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比香蕉管你院子，有香水流不绝的泉源，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篱笆那流下来的溪水，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篱笆那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掀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眼内是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北风啊掀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眼内是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的泉源，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篱笆那流下来的溪水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篱笆那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掀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是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北风啊掀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是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宝贝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，我们有生命有气息，从岁首直到年终都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不单单享受恩典，也愿意成为一个感恩报恩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赦罪和医治，圣灵保惠师的果子和恩赐，丰丰富富里里外外时时刻刻的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直到主耶稣基督从天再次降临。阿们。